各位，我刚刚自认为我的那个英姿是潇洒的样子，非常帅气的样子。好玩啊！好玩，好玩，好玩吧？经过一个 S 型的练习以后，我们现在要进入丛林区了，OK 吗？对，丛林区里面很多的小 S， 急弯的 S，控制好你的方向，不要跑出去撞到树了哈，OK 了吗 ？OK。我们准备下一步的那个冒险活动了哈。是不是压车就变好？有，对，大胆的往下倒，没关系，慢慢带脚，他们骑不快，对，没问题。来喽，压车压车，压压压，对哦，哎，准备压车，压压压，哟，压压压，哟，哟压。好玩，来，同学，我们等一下进，我们现在会下那个水路了哈。对，
然后我们下水路的时候，下坡的时候压刹车，在水里面完全不要压刹车，要给油，因为你们的体重很轻，会飘起来，所以一定要给油。要给油。要给油，不要压刹车。好。跟着我们的路径走就好了 ，OK 吗？好。要注意什么吗？没有注意什么，就跟着路径，跟着我走就好了。好 ，OK 吗？好。好。好。哦，我这边加油加油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这是这样子对的吗？太好玩了吧！不要动！投降。下班中间。我又被教练给救了。要跑进去吗？谢谢教练。来，再往前。好，不要因为震动改变你的方向，好，往前了。好。来，走。OK， 确定可以了。来，走了。